王宝强马蓉离婚案过去一年多了，如今马蓉打着公益的名号活跃在微博平台，一直蹭着各种热度。王宝强也从出轨事件中慢慢走出来，电影事业也稳步上升，之前还被爆和熊乃瑾好上了。王宝强和熊乃瑾这两人其实关系扑朔迷离，在工作上王宝强和熊乃瑾有过很多的合作，一起演唱过电影主题曲，一起走过红地毯。熊乃瑾也在多个场合表达过对王宝强的欣赏，不过当时两人都表达对方只是朋友。此前熊乃瑾被拍到疑似怀孕的照片，网友们纷纷猜测这孩子是王宝强的，有网友祝福王宝强再次找到幸福，也有网友提出了质疑，毕竟消息还没有得到证实。马蓉也插合进来，暗指熊乃瑾怀了王宝强的孩子，这是看热闹不嫌事大呀。话说他哪来的那么大脸掺和这事儿呢？熊乃瑾发微博回应此事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，这是在否认怀孕期间吗？大家怎么看呢？